吃过了，今天来是要向老师请示下一步稽查处的工作方向。嘿嘿嘿，你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不错啊。你这个方案我刚刚看完，总体来说不错，可是你得拿出具体的落实计划。是，经学生这些天的调研发现，稽查处在司马亮任职时期存在重大的工作失误。 所以才会让共党的船长屡屡得手，为中共输送去资金。这个船长一日不抽，的确是党国的心腹大患呐。所以学生想出釜底抽薪之计，今日来一次大搜捕行动，借此斩除共党分子，让船长失去基础。司马亮的失败足以证明全城大搜捕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，其负面舆论败坏了党国形象。你怎么就不接受教训呢？ 是学生没有解释清楚，本次行动的重点在于秘密和突然性两个方面。首先，我们会对所有有可能和船长接触的可疑人员进行秘密的跟踪监视，紧接着，在全城同步暗中行动进行抓捕，完全不给共党反应的时间，用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。嗯，接着说。因为本次行动完全是有针对性的，因此可以把不利的舆论影响降到最低。另外。 学生还向请老师出面协调南昌行营行动处，从外部调些人手来执行本次行动，以免走漏风声。不错，东巴，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否则本职都没脸坐镇潞州了。是，老师。学生愿立军令状，如本次行动失败，所有责任学生。 愿一力承担。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走。快点。啊！起来。啊！走。为什么？走。为什么抓我？ 计划进行，共党一点没察觉。我的人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兄弟们，记住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们就是中共地下党陈秀钊的学生。学校党支部被稽查处捣毁，所以特来寻求船长的庇护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 行动！谭处长，这些新面孔能行吗？不如让我的人……你懂个屁！这些都是党国的精英，岂是你手下的乌合之众可以比的？明白。 文清哥，哎，蚯蚓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才经过点心店，看见刚出炉的肉饼，我就买了些送来。大家辛苦了，一起来吃吧。啊，既然是林小姐一番美意，那大家就先吃点东西，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讨论啊。来，哎，好，多吃点啊。谢谢。啊，我出去一下啊，慢慢吃。好，来，趁热吃啊。哎，好，来，一块吃啊，一块吃啊，谢谢哥。 出事了！哎，好，谢谢啊！稽查处昨天晚上大搜捕，抓了不少地下党的同志。陈秀钊教授也被抓了。这个消息你是从哪儿得知的？他的几个学生侥幸逃脱了，在约定地点留了信件，我看过了，确实是陈教授亲笔写的求救信，上面指明写了要船长同志帮忙。
你见过那几个学生吗？那倒没有，这个警惕性我还是有的。可是他们好像认识我，刚才就在电厂门口等着我。一见到我，就把事情全都告诉我了。这事儿啊，你不用再管了，否则，咱们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哎，哎，哎，秋影，刚才大老徐在厂里抓了几个可疑分子，你陪他马上把人送给谭处长，交给他去处理。啊？哎呀，快走啊！哎，哎，哎。 谭处长，哟，余队长也在啊！哎，来的正好，这几个共党嫌疑分子跑到我们工厂了，让我逮个正着，你们带走吧。哼，还疼吗？ 林小姐，走吧。找个安静的地方停一下，我有话说。哎，文清同志，你呢？ 就狠狠地批评我好了，今天都是我的错，差点酿成大祸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你还知道错了？那我的性命能保住，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呢？哎，别呀，你要硬这么说，那我跳到湖里淹死得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怎么就看不明白呢？这分明是敌人下的一个圈套嘛！哎，是是是，我保证，吃一堑长一智。 还希望船长同志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啊！一直以来，我和组织上都是单线联系，这儿除了你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今天我在水厂临时开会，你说这帮学生怎么知道的？你跟他们又不熟悉，他们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情况告诉你呢？是是是。另外，林秋影从没到过电厂，他今天怎么突然间就来了呢？对对对对，当时那几个家伙多停留一刻。 稽查出的恶棍们就能以此作为咱们通共的证据。当时幸亏有你在，这船长就是船长。哎，我大老徐今天彻底服了。我还要提醒你啊，这个谭东宝未必会比司马亮好对付。不怕，有你坐镇，我这胆气壮着呢。哎，小小伙，别生气了啊。